肩膀坚定的力量，听不到你的回响，爱真说不出晚安。老婆，夜宵好了，是我们两个最喜欢吃的方便面。老婆，老婆，时间怎么过去，有你也不会冤枉。为谁辛苦，为谁忙，只为了和你分享。只要你的泪光照耀着我胸膛，只要我的生命你可让我安放，不管外面风雨有多烦乱，日子我老婆的魂好像回来了。灵魂有几件事情你要注意，有一些灵魂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是灵魂了，只要爱他的人才会看到他的灵魂。光看得见的地方，我会永远记住，要活得更坚强。要是人生难免有遗憾，有你在身旁，已经是最好的补偿。我今天在你家的露台看见秋姐。秋姐灵魂回家了，但秋姐她不知道自己是灵魂，她也知道她就会消失。老婆，你是我秋姐的灵魂回来了，你们小心。其他人都看不到，世态炎凉也无妨。原来我已经，我抬头看你像看到月亮，你低头会不会想我，像思念故乡。为谁辛苦，为谁忙。虽然我没有办法和你一起到老，但我想让你知道，你已经让我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。只要你的泪照耀着我胸膛，只要我的生命你肯让我安放，不管外面风雨有多烦乱，日子过得再紧张。你看到这些问题，我都还是有多热情。我的情绪，你的表情，我们再不用隐瞒，卸下武装。只要在你目光看得见的地方，我会永远记住，要活得更坚强。要是人生难免有遗憾，有你在身旁，试问我们还想怎样？艰苦又怎样，你是时候该把我放下。有你的地方，这也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。人生就不需要什么，谢谢你。